灰豹刚开始会爬就会越狱，有探险精神，爱自由，是混世小魔女福宝的接班人。我们看看灰豹可爱的越狱情景。当然是越狱去找大姐姐福宝玩。快快来搭把手啊。别笑了，拉我上来，要出熊命了。爷爷救命啊。哎，熊命保住了。放开我，我翻出来，你才来逮捕我。奶爸，小熊仔怎么少了一个？妈妈吃的好香，这个好吃吗？灰呀，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妹妹在干嘛还不回来？妈妈好生气。我和爷爷都叫你了，你没听到吗？下次叫你，你要立刻回来，知道吗？好机会，准备启动，赶紧跑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要离开这里，去找大姐姐玩。哎呀，一直卡着，下次再试下，没电了。